曾几何时，在我们中国人心中飘扬着一面红色的旗帜。40年过去了，这一抹炙热的红依旧未褪去，正如我身旁的这一部红旗 CA-770 轿车。在 CA-770 诞生之前，红旗轿车还经历了4个样车设计。1965年，7个不同的设计方案摆在了领导的眼前，每个方案都有着自己的特点。其中一稿设计得到了诸位领导的一致认可，而这款设计最终也成为了我身前这部红旗 CA-770 轿车。1970年，红旗 CA-770 在日本首展，一经展出轰动日本，这也是红旗轿车第一次走出国门。当年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可以做出这样一台轿车，最后那台红旗 CA-770 被收藏进了日本丰田汽车博物馆。红旗 CA-770 系列从1966年正式投产到最终停产，历时31年，总共生产了1300多辆，是红旗系列中产量最多也是最成功的型号。红旗 CA-770 的设计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的设计语言，当年的设计团队深入研究了明代家具的人体工程学，包括线脚、棱线、线条角度等等。就连大灯的设计也是别具匠心，在金属镂空的边缘还有一个桃心的形状，为这一抹红增添了些许浪漫主义情怀。在拥有中国元素的同时，也要结合当年的流行趋势，所以红旗的设计团队也同时从图书馆内研习各种汽车的设计外刊。当年的口号是10年不落后，不过4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它看起来依然雄壮。有一些人认为红旗的设计初衷是雍容华贵，但事实上，当年的设计者们所赋予它的却是动感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即便 CA-770 就停在那里，不跑起来，都有一种向前冲的动势。
CA770 犹如船身般大气磅礴，车头车尾均呈前冲的姿态，代表着勇于进取的民族气节，并且腰线的高度经过了反复的推敲，这种气派异常的自信是与现在所推崇的私密性截然不同的。当年的生产车间里面可没有现代的电子机械臂，这副钢筋铁骨的每一寸都是经过工人的双手敲打出来的。工匠们忘我的真诚镌刻在时光的倒影，当那挥汗如雨已成往事，用双手留下的钢铁印记却仍然依稀。红旗 CA770 的八缸发动机是由解放卡车的四缸发动机改制而成的，而自动变速箱和底盘等等核心部件都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。打开车门的这一刹那，你就仿佛打开了一道城门，因为这扇车门是如此的厚重。三段式门锁现在看起来也是新鲜异常。听，关车门的声音也是如此的干脆利落。红旗 CA770 上的仪表、收音机、钟、尾灯等等配件都是由上海制造的。内饰当中的木纹饰板取材自大兴安岭的树根，之后由北京光华木厂制造而成。坐在红旗 CA770 的后排，虽说不是正襟危坐，但也一定是不怒自威了。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就像是一个旗舰的舰长在掌控着一切。头部空间、肘部空间，尤其是腿部的空间极其宽裕。在这排沙发座的前方，还有两个折叠的独立座椅，这是秘书或者是安保人员乘坐的。当年的中国人已经实现了电动控制后排座椅，当然还能电动控制与前方驾驶舱中间的玻璃隔板。坐在红旗 CA770 的后排，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从容，什么叫自信，什么叫自豪。
坐在行进当中的 CA-770 后排，感觉异常的舒适，路面颠簸都会被它暄软的悬挂所吸收，没有任何路感可言，无论是碎石还是路面上的裂缝，丝毫感觉不出来。而且这个座椅跟现在所有的豪华车也不太一样，它真的是沙发座，所以坐起来非常的热，整个的你的大腿和你的臀部都会被陷到这个沙发座椅里面来。沙发座椅当中会有弹簧，但是为了避免异响，设计师们把每根弹簧都缠上了非常名贵的绸子。总体来讲，坐在 CA-770 的后排就会让你感到放松，感到一种非常可靠的自信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台大红旗 CA-770 开起来的感觉如何。首先，这是一个怀挡，还是上个世纪的范儿。这个方向特别的沉，因为这个车身呢，总共有将近2吨多的车身，所以你在搬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，就像你在搬动一匹非常重的非洲象。开起来的话，这个油门还是挺轻的，方向也随之变得非常轻盈了。这个变速箱呢跟发动机呢都是中国自己来制造的，但是这个自动变速箱只有2个速度，所以说你要变到这个高速档位的话，就要从这个低速档只要收油往上一推就变成了高速档位。不要期待这辆车有任何的方向盘指向性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，所以你一直在模糊着开这辆车，你不知道前轮的位置，你不知道车头指向何方。这个方向盘啊，握在手里特别的纤细，盘幅非常的大，所以在把控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。中间这个向日葵小红旗标还是非常经典的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仪表板上非常的复古，元年的天安门，包括数字的字体，整个的视野非常的开阔，不像现在的车辆前挡风玻璃离驾驶员非常的远，这个非常近，感觉整个驾驶起来特别的直接。刹车的话可就没有那么美妙了，这个刹车基本上没有，你要连续的去踩到底，因为它这个刹车是气顶油的刹车，就跟卡车的刹车一样，而且是4个鼓刹，所以你在刹的时候一定要踩到底，但是依然没有什么效果，就像是将近2吨的车身自己用惯性用重力来停掉这个车一样。我们就要掉头，挂到低速档，哇哦，太沉了！5米多，将近6米的车身，掉起头来挺不容易的。4条车道，满满的全占满了。透过窗外的徐徐微风，还能感受到当年北京的那一丝凉爽。跟现在的桑拿天完全不同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手中紧握的方向盘就仿佛可以触到当年工匠们的真诚，发动机的轰鸣就好像当年的激情澎湃依然回响在耳畔。我们在等待着后人用不输前人的磅礴之势再续红色传奇。